什么？带着可爱的信物，在湖山云影等你，期待与你开启前方的旅程。下午3点，陈一鸣。哦，邀请信是吧？邀请信。嗯，邀请函来了。他是用最传统的约的方式，写一封信，时间、地点。嗯。你能埋的鸽子高了。啊，我感觉我已经能听到我的心跳声了。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最神秘的一次相遇了，真的挺紧张的，一直在倒数，很期待，也有点小紧张。哎呀，我都看不清楚。我也在看。长啥样啊？我看不清。我看背影蛮好的啊。啊，蛮好的。嗯。啊，当时拿到卡片的时候，就感觉是一个惊喜在等着你，那种感觉还挺期待的。蛮好。换个衣服吧。呵，很正式。到了。嗯。哇，来给我个纪念特写，让我看一下。Hello， 小小的好帅，帅吗？帅，蛮帅的，挺帅啊，帅，蛮帅的，帅，看帅，蛮帅，这个帅。嗨，久等了。没有，希望你能认得出来我给你画的那个东西。你好，你好。真的蛮帅。我叫陈一鸣，然后今年30岁，我是武汉人，然后之前我在英国伦敦从事金融业的工作，然后近的一年里在英国剑桥大学读硕士。哇哦。